只要双方秉持建立互信、搁置争议、求同存异、共创双赢的精神，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推进商谈的进程，不断取得更加积极的成果。 尊敬的胡主席，还有协会的各位领导，尊敬的王主任，两人民同属中华民族，应各尽所能，齐头并进，在国际社会中共同来发挥积极正面的一个贡献。展望未来，我想和平繁荣、相互尊重、建立互信、共创荣景，应该是两岸共同的愿景。 我们相信，两岸在国际间有很多合作的机会，双方可以互相协助，扩大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。我们希望积极参与国际的事务，来贡献我们的力量。